中八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谢谢我们用户890打他的办卡。直播间还差30张办卡，6个飞机，2个火箭，觉得钱还不错的小哥可以用办卡、飞机、火箭的方式，谢谢我们家西口大哥的66，西溪市口，简称西口，谢谢我们家南溪小子大哥的666，哎，顺炮直狙，对横狙，精彩走法，谢谢我们家奇冤大哥、紫檀大哥的66，经典走法，我们清风玉叶。清风玉露遇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啊！看了消息的棋之后，你看谁的棋啊都没有这样的直播节目效果呀！欢迎凤尾天机啊，走上马的变化啊！那天我们经常啊在红旗执黑棋的时候，走出红旗上马的变化，走了好几盘这样的棋啊！今天我们就多走走。哎，不是了，这棋不是可是废了。啊，这步棋错了，不是这步棋错了，朋友们，为什么错了？分析一下，不是之后整这个条线怎么办？将来摆炮攻击对方整个棋的左翼，对方要爆炸呀、啊，这棋要嘣嘣嘣嘣，当了当啷要爆炸呀、啊，朋友们，先卜个试啊，不要着急，对方这步不是一步都错，满盘皆输的棋啊，欢迎家王象棋光临直播间，将来用什么棋呢？摆炮攻击对方非常薄弱的这一条线，以至于整个左翼都会出现问题呀、啊。中车遗留了问题，对方不是走错了，这棋要么进车，要么摆车，对方是完全浑然不知啊。对方针对对方拱兵，我方进炮非常明确，直接打兵瞄底象，进入攻杀模式，中炮可拆可不拆。之所以不是，就看对手这个棋要怎么走。既然这么走，选择这边打，打完之后进马再踩对方上马。这个棋你想怎么办？我方进炮，你想怎么办呢？哈哈哈，两万吧。好了，进炮怒打双车，大家可以看到对方这个棋不是又多差劲啊。欢迎我们家王大帅哥闪亮登场。他们家铁成哥，好了，恭喜笑笑怒打死车，废了个废废，叫你补士，把自己两个车关在这一侧，使得我方炮移过去之后直接打车，废废一废废，精彩连贯，非常精彩，谢谢我们家其乐无穷大哥的荧光棒，牛皮不是吹的，就笑这小情，你说哪盘棋不架着一个飞机？他们家于桥大哥闪亮登场。啊，这小旗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欢迎用户149大哥，欢迎们冰柠檬茶，眼哥又回来了，啊，又走出了一个没人敢要的啊单身狗的步伐，又走出了没人敢要单身狗的步伐，对方手一哆嗦，心一紧张，车没了，两个车都报废了，对方心态爆炸，不会再走啦，啊，这个棋可以说是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啊！我勒个去，哈哈，两个车死的太惨了，太惨了！谢谢我们家用户890大哥的办卡，觉得棋不错的小哥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我们这棋走的非常精彩。这个棋精彩的顺炮直车对横车，谢谢我们家用户778大哥的支持，在这个局面下，对方正确走法，这个棋谢谢我们456大哥的支持。进车是一手变化，进车封着我方这个车不让我走，这是一手变化；摆车这是第二手变化，车斗马，双车将来车斗马。这个时候我方正确走法是进马提兵，讲过很多次。如果这边进马，对方会拱兵弃掉这个马啊，这个棋讲过很多次。那么如果我方选择进炮，黑棋还有反制手段，对方假模假式拱兵，我一摆炮，对方塞个炮，这个又是个坑。直播间朋友们都知道，讲过很多次。谢谢我们家万总的温暖办卡。那么实战当中呢，这棋我们这个进马提兵的棋，对方呢这个棋是高车，我方拱兵，对方出车，我方走车九进一，将来对方进车吃马，我方摆炮，这个时候对方冲兵啊，这棋我方先走车九平三，对方拱上来之后，在这局面下，我方摆兵送过来，这棋车给马生根，那么对对方的左翼也有攻击性。欢迎我们家小妮儿光临直播间，对方对我方中路也有攻击性，这个棋双方进入军事走法啊，甚至红旗还更优一点，两个车走得非常快，同时呢，这个棋马比对方两个马要好一点。
那么实战当中呢，对方拿不起走错了，就这步不是走得非常差劲，将来呢我方是可以直接摆炮的啊，这个棋可以直接摆炮攻击对手，但是呢等他一盘更有效果，先补个士看对面要怎么走，这车根本没法走，这儿来不了，这儿来不了，这儿来不了，你这个棋假如你进车往下挺，那么这个棋呢红棋应该怎么办，在这个局面下直接摆炮打着对手啊，将来呢对方这个棋比如说飞个边象或者是拱中兵，那么我发现又退炮打退他的棋，这个车还得往回回缩，对吧，这棋没地儿走，所以呢我方既有攻杀的手段啊，这个棋呢又有退炮打他的手段，所以对方进车又不对，对方呢选择了冲兵，冲兵给了我方进炮的手段啊，这啪叽打着象带门杀，对方马一走这个棋进马中进炮一打，打羊串打死一个车，对方不废了吗，所以归根到底不是这步棋走错了。